真的不会臭，我至少穿两天多，但是它真的没有异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振军，我今晚来矿酒棍啊。大家知道我们拍花郎就是这样子，常常日夜颠倒，没日没夜的拍戏。这几天天气非常热，尤其是男生在这么热的天气就特别会流汗。大家知道吗？我身上有一个地方是完全不会有异味的，就是脚。为什么我脚没有异味呢？因为我穿了这双很神奇的袜子。这神奇袜子呢，它的牌子是 SAUG。SAUG 是纳格斯纳格。这袜子我大概穿了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，那它不会松松垮垮，而且很合脚。为什么它穿不会有异味呢？因为这双袜子的原料是来自于日本，而且它这个除臭的等级还是最高的。我今天穿的是所谓的绅士袜，它打扮有女生的袜子，它各式各样的袜子都有，都可以让你选择。我自己都觉得很神奇啊！当初我要代言的时候呢，我要试穿看看，真的不会臭，我才会推荐给大家。真心推荐给大家 SNUG 的除臭袜。这是我唯一推荐的 Snug 科技健康袜哦。